照俾架車，俾翻呢位架車。好，記者出翻，出翻差人出邊。各位。香港記者協會認為，警方在七一遊行對待記者的手法越來越粗暴，呼籲下任行政長官落實捍衛本港新聞自由，又指政府發布消息的手法越來越不公開。記協發表最新一份言論自由年報，指一國凌駕兩制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好像是七一遊行，警方除了針對示威者外，連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毓啟都被阻，期間亦有記者被帶到警署和被胡椒噴霧射中，認為特區政府越來越遷就北京的意願。我們明白記者不是有特權說我們可以橫行無忌，但是在警方的警務通則裡面是說得很清楚，他們是要協助新聞工作者去採訪，尤其是攝影師。所以在這裏我看不到為什麼特區政府的警方會拘捕這個記者。記協又認為政府發布消息的手法越來越不公開，例如遞補機制政府只是舉行閉門吹風會，而官員又只是回答幾條問題，並沒有正式舉辦記者會，認為有損公眾知情權。記協說香港的新聞自由在近年越來越受到威脅，希望下一任的行政長官無論是誰當選都可以落實捍衛香港的新聞自由。好啊，好啊，好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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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冇見啊，島哥。哦，志華哥。啱嚟啫咩？好耐啦。見佢噶。我喺政府總部。謝謝，唔該。